尊法，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上座，请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今晚的同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真佛波耶藏执行长周慧芳律师，真佛宗会计师 Teresa 师姐，廖东州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高敏露康丽及女儿。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同们善信大德的护持。
同修莲花童子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使莲花童子心咒七遍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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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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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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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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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Vajradang Ho Ho Hum。南无三藐多摩多达。Om Duru Duru Devi Soha。念招请咒 ：Om Ah Hum Soha。Om Ah Hum Soha。Om Ah Hu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h Hum， 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Om Ah Hum， 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um， 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手，达曼达供养，手结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金刚护法空行龙天诸天神众，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
Om Sava Tathaka Tayitamu Guru Nana Men Chanakan Liriye Tayami。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一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然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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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然遮利。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主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胜佛，百亿金刚藏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出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慈忧于一切众生，各领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三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昼夜：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宁称帝，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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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婆离婆地，求呵求呵地，陀罗尼地，离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力追者，慧路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往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直诵满千遍，众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尊恭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众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尼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首节莲花童子手印，先观空，念观空咒。Om Sop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va Sutto Hang Om Sop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va Sutto Hang Om Sop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va Sutto Hang。观想一个湖，光明如镜，湖的中央现出一座高山，山之顶有一莲花座，莲花座上有一个哄字，哄字旋转，化为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站立于莲花座上。大白莲花童子相貌庄严，圆满如佛，天衣飘动，身放百宝光明。在上师的右边有过去十方诸佛，在左边有一切菩萨圣贤身家，而历代祖师又沉沉地围绕着。在法座之下有四大天王及护法，
观想，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之天心部位，嗡梵字，放出一道强力的白色光芒，照射行者自己的天心。这是大圆净智光，使行者之五蕴及第八识化为无形。上师喉部啊，梵字，放射一道强烈的红光，照射行者的喉部，把行者一切贪性欲念化为无形，变为大智慧的光明。上师心部哄梵字，放射一道强烈的蓝光，照射行者的心部，调伏行者痴性，化痴性于无形。在观想上师及三宝诸尊同放五彩光明，照住了行者的全身，而行者之恶业、罪障、一切无始之障业，全化为黑气，由毛细孔蒸发出去，在大气中消失。行者全身纯白、透明、发光，得清安。在观想莲花童子住在自己头顶梵穴，自身中脉心轮莲花开放，莲花上有一月轮，月轮中有种子字哄梵字放光。观想莲花童子在头顶变成一粒米大的光珠，从梵穴进入自己中脉，顺着中脉一直降到心轮，坐在心轮的莲花座上。莲花童子在自己心轮莲花上渐渐变大，变到同自己完全一样大。观想自己变成本尊莲花童子一模一样，自己就是莲花童子，无二无别。持莲花童子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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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Om Guru N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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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N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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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an Sheng Siddhi Hum.
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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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帕达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tabh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ho Lin So Ha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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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Samo Ye So Ha Om Cha Li Chu Li Chun Thi So Ha Om Cha Ba La Cha Nang Cha La Ye So Ha Om Ah Hom Pe Cha Guru Pe Ma Si Di Hom Se Om Ah Hom Guru Pe Ah Sa Sa Ma Ha Lien Sheng Si Di Hom De Ya Tha Om Pe Kha Zi Ya Pe Kha Zi Ya Ma Ha Pe Kha Zi Ya Na Cha Samo Kha Ta He So 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持除瘟疫度母心咒二十一遍持咒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Om Dada Tu Dad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 Ha 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诵长寿佛心咒一百零八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 Om Amaroli Juven Diye So Ha Om Amaroli Juven Diye So HaOm Amaroli Juven Diye So 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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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oli Juven Diye So HaOm Amaroli Juven Diye So Ha Om Amaroli Juven Diye So Ha
Om Amadori Zu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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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dori Zun Diye Soha回向恭持莲生圣尊法
真佛一派即众生，一咒即生双莲池，十八莲花来化生，无上稀有大秘密，我今修持普供养，发大身心誓愿力，愿我照灯赐佛地，祈求圣尊加持力，赐加灌顶莲华生，广大圆满得自在，自度度他到佛地，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摩诃双莲池莲花童子，以莲花的净光护佑圣尊，精力充沛，身体好，百病不侵永安泰，敬爱圆满具善缘，随心自在得永乐，不舍众生转法轮，真佛密法永世传。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一心敬礼玛哈双莲池莲花童子，一心敬礼玛哈双莲池莲花童子，一心敬礼玛哈双莲池莲花童子。即请莲花童子接引有缘中阴往生清净佛国，即请莲花童子放光加持众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红胸化吉，道心坚固。即请莲花童子放光，让资粮具足，让智慧圆满。即请莲花童子广度众生，弘法利益世间，祈请莲花童子消除瘟疫、新冠病毒、一切病毒皆能够消灭。玛哈双莲池莲花童子菩萨，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祈请加持
让瘟疫退散。让烦恼减轻，让运气变好，让很多的业障去除，祈请莲花童子消除病业。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波那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古多哈哈哈哈哈呵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波那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古多哈哈哈哈哈呵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古多哈哈哈哈哈呵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于其寿。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先观赏由真佛波业藏团队所制作的一段影片。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如果不修行，披毛戴脚环，我活着当然不只是吃饭睡觉，我还有纯纯之思。我总是想，我不能白吃，我不能白穿喇嘛装，我不能白接受人们的供养。在我快要死之前，总要留一点东西，留一点礼物，留一点应该留的，偿还给普罗大众。佛陀留下了佛教，克里斯那留下了印度教，
穆罕默德留下了穆斯林，我想留下了真佛宗，我不想错过这有意义的事。重点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我只是不想白佛，也只是不想白死。有一天我会死，我要自己死得瞑目。我不想成为重要人物，但总要留一点东西给人家吧，小小的感恩。莲生活佛对于众生随喜的供养，是没有分别心的珍惜。一年365天，全年无休，抓紧分分秒秒的，透过每日修法、写作、绘画、问事、加持、回信、说法开示、超度、祈福等等，他的修行就在行住坐卧，就在食衣住行，就在一呼一吸之间。他是这样以一颗精进的心去回报众生。莲生活佛经由修行的历程，融合了道显密，又综合了禅静密，而发展出真佛宗事理圆融的法教。这些纯纯之思，透过数十年不断精进的写作、世界性的传法开示，所期望不是个人的名利与地位，而是忧心能醒悟多少众生。而他更担心的是，师尊说法那么久，我自己都忘了很多，我自己都忘掉，讲了我都忘掉，你们在座的诸位有谁能够完全从师尊说法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记得住的人？有没有？有的就来告诉我，你就是过去的阿难。那么谁能告诉我，莲生活佛纯纯之思的阿难是谁？我知道。嗯，好，小明你说。是录音带。哎呦，太老旧了吧。那是录音带咯。哎，暗示你吧，现在这些都已经数位化了。哦，我知道了，是真佛波野藏吗？答对了，真佛波野藏已将莲生活佛早期开示全面数位化，完整记录了。等一下，搞半天你在广告啊。嘿嘿，你没听莲生活佛说过吗？真的是有宣传有差哈，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在讲的，没有促销就是报销，每一种货品出来你没有宣传没有促销就等于报销。那么小明，你现在告诉我，能够把莲生活佛的纯纯之思全都记录下来永留后世的现代阿难是谁呢？是真佛波野藏。这小明很聪明呢。你看卢师尊也很认同呢。一个得证悟的人，不只是有着奇妙的智慧，不只是生活是圣洁的，不只是思想是崇高的，而且更要超越了时间及空间，超越了日光、月光、星光，等于是超越了死亡。死亡一词，对成就者而言，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与空间，而这当中不是幻灭，而是得到自信的永恒发光。它是可以透过阅读，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敬请期待即将于2021年9月5日全球同步发行的《莲生活佛卢胜彦文集》第285册
纯纯之思，清澈的思维，让我们珍惜每一本莲生活佛一心想留给众生的礼物。无尽感恩师尊的珍贵教导，感恩真佛佛业障团队所制作的精彩影片。师尊新书第285册《纯纯之思》已到达西雅图雷赞寺，感恩师尊今天统修后将为大家签书，请大家把握机会。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些星光是在彩虹雷赞寺拍的，所以大家可以重看一遍，不是现在了。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释莲旭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玛哈双莲池莲花童子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シャナゲ。オー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すごい。一致啦。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啊，今天我们是修这个莲花童子啊。那么
大家也都知道了，这莲花童子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也不需要再重复啊，不需要重复。但是莲花童子的根源其实他的本地也就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大家也 都知道，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依孤主，西方极乐世界的依孤主。阿弥陀佛他也对西藏有那么一点的根源在，我稍微提一下好了。那么阿弥陀佛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在西方极乐世界遥观很遥远的地方，经过了很遥远的十万亿佛土，看到娑婆世界来。娑婆世界那个时候有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法，有一个地方呢，那个光显现了出来，他是很远的地方看到娑婆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他都看到了那一点光。你这个光是从哪里来？他是他自己感应到，那地方叫做雪域。就是西藏了。他说释迦牟尼佛他看出来释迦牟尼佛已经要涅槃了，快要涅槃，但是血意的众生他还没有度，所以他叫来他法力最大的弟子，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说观世音菩萨你去娑婆世界跟释迦牟尼佛讲，你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度，你必须要去跟他讲，叫他留在娑婆世间的寿命稍微长一点啊，不要那么快涅槃。观世音菩萨领了这一道命令，就很快的到了娑婆世界。这个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有伞盖，有童男童女，有所有的天神拥护他下降。释迦牟尼佛跟所有那个娑婆世界的菩萨都看到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然后观世音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讲，请这个娑婆世界的依孤主释迦牟尼且慢涅槃，因为有一个地方你还没有去度化，
那个地方就是距你不远的地方，叫做雪域，就是西藏。啊，其实啊，佛陀降生的地方是在尼泊尔，我们大家去过了，南比尼岩。那么尼泊尔在过去就是西藏了嘛，就是雪域啊，尼泊尔在中间呢、啊，天图尼泊尔雪域，你雪域还没有度化，怎么可以涅槃呢？释迦牟尼佛对观世音菩萨讲，我已经三转法轮，一转法轮在鹿野苑，啊，讲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二转法轮在王舍城，啊，在王舍城，我讲无相。三转法轮在莲花城，问大家讲的是什么？了义，了义。好啦，我责任已了，我要涅槃啊！我要涅槃，我已经三转法轮了，我要涅槃了。那观世音菩萨讲的，那邪欲呢？邪欲谁去度化呢？你涅槃了，谁去度化呢？释迦牟尼又讲，来问我的，就跟他有缘。那观世音菩萨讲了，那算我倒霉了。我来问你，你说啊，就是跟我有缘。后来观世音菩萨回去禀告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跟观世音菩萨讲，那你就住在娑婆世界吧。既然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讲了，那你就是跟雪域有缘。好了，观世音菩萨他就到了娑婆世界，住在普陀洛迦山，就是现在的普陀山。他在普陀山呐、啊，收了一个弟子。是猿猴，猿猴啊，后来世称猿猴禅师。他观察到血液啊，猿猴禅师啊跟这个血液有缘，他就跟猿猴禅师讲，你到血液的一个岩洞里面去修行，到西藏的一个岩洞里面去修行。猿猴禅师临旨，他就到了西藏的雪域，住在那个岩洞里面修行。修了一阵子以后啊，因为西藏是属于罗刹，那时候都是住的就是罗刹。其中有一位石罗刹，石头的石，石罗刹，他化身成为一个美女，来引诱猿猴禅师。猿猴禅师一说，糟糕了，我这个欲望还没有断。
这个美女来引诱，怎么办？他回去禀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你跟那个罗刹，你的罗刹有缘。”好了，没办法，然后禅师就只好跟那个你的那个罗刹，很漂亮的你的罗刹结婚。啊，我们现在不叫结婚了，叫连结。啊，这个猿猴禅师跟石罗刹两个连结，连结了以后生了一个孩子，哎，不像猿猴，也不像罗刹，倒像一个人，而且力量很大，因为猿猴禅师又叫大力猿，他是很有力量的，那力量很大。这个时候啊，猿猴禅师就把大力猿，这个他的儿子送到森林，这个雪域里面的一个森林里面，啊，里面有很多的猴子。很多的猴子啊，这个男生呢，就跟里面的所有的母猿发生了连结，这一连结生了400个孩子。生了400个孩子，不像猿猴，倒像个人。这400个孩子啊，就是西藏人的祖先。这是西藏人的祖先。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到雪域是要由他来度的，于是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在西域里面啊，就是西藏了。在西藏都是我讲过，全部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现在所谓的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现在的所谓16世大宝法王，所有的大宝法王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缘由就是这样子来的。但是最早的缘流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他观察这么远的地方，观察到西藏，居然能够看到那一点雪域之光。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啊？是西藏王松赞干布他写下来的西藏的历史，啊，你们看过没有？这本书你们看过没有？手机里面有吗？有啊，哇，手机什么都有，那么你们就看手机好了。哎，COVID-19 的时候啊，
这个朋友们，请戴上你的口罩，它真的可以挽救你的生命。昨天呢，我的一个朋友跟他的女朋友出去逛街，半路上突然他的老婆出现在前面，但是他老婆竟然没有认出他，因为口罩真的救了他的命了。啊，师尊以后出门啊要戴个口罩。我也有口罩，我出门都有戴。然后呢再戴个这个墨镜，然后再戴个假发。师母看到我，我也不怕。啊，今天得到一个天大的消息呀！什么消息？都几十年了，才知道。不是几十年吧，也恐怕有几百年吧。原来屈原的老伯的名字啊就叫做屈臣氏。原来屈原投江了以后啊，屈臣氏从来没有再嫁，所以呢，屈臣氏都是不二嫁，是不是啊？他没有跟你议价的空间，你到屈臣氏买，他定了什么价格，你就是买什么价。嗯，他不二嫁，也就是他没有还没有嫁人，这是笑话。好，现在进入你问我答。马来西亚一个叫做莲花一寺，这个寺是寺子的寺。哦，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寺子还是可以吃的。他这样子写，顶拜最最敬爱的根本上师圣尊莲生佛，弟子请师佛给予解惑，如何能解除厌结的方法，以避厌缠身，感恩师佛。Om Guru Lien Sen Siddhi Hum， 南无36万亿119万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于弟子莲花一世敬叩拜。他问要避开这个烟网的烟，以避烟缠身，如何能够解除烟厌结的方法？这个已经讲了很多了嘛，是不是？对不对？如何解除烟结的方法？不是讲了很多了吗？他还不知道。解除烟结的方法，那个是烟结是男的还是人还是鬼？
冤结是是人还是鬼？所有的上师、法师，你们不要当木头，那端坐不动。如何解开冤结？哪个起来讲？哪个起来讲？啊，莲英。啊？修观音僧禅城。好，请坐。这只是其中之一，那是避灾法，避开灾难的方法。观音僧坛城是避灾法，避开灾难，避开灾难，也可以讲避开这个烟劫。嗯，修烟供，给烟亲债主，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啊，施食，那供养这个啊，大平金器教空亚归心将罗刹归诸佛甘露四穷万，大平金器教空亚归心将罗刹归诸佛甘露四穷万，这也是一个方法，施食也是一个方法。以德报怨，以怨报德，就是说怨来了，那你就给他吃掉，是吗？以无我法，然后呢？以怨报德。来化解那个怨，对方还是德啊，你是怨啊，搞了半天是你吃他、啊。好了，无我法也可以，无我法也可以讲，你既然无我了，冤从何起啊？冤他就没有办法跟你结了。嗯。转世为智。啊？转世为智啊，把这个世变成智，这接近差不多是无为法。转世为智也接近无为法，也是一个方法，大家都会讲嘛。来，再来呢？修忏悔法，拜忏。修忏悔法，念经持咒，回向给他。好，拜忏，法会，参加法会，印经书，啊，印经书，持咒回向，啊，或者是念地藏经，啊，回向给冤亲债主，都是可以的，很多啊，大家都讲出来了，好了，那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了。还有什么要问的？你实在没有办法，师尊讲一个法给你听。Om Mama Hum Ni Soha， 对不对？观想大白伞盖在虚空之中，他穿白衣，发千手千眼。持着白伞盖下降，然后他的伞盖盖住你的身上，盖在你的身上，你那个他来找你没有办法进来，因为伞盖非常的坚固。 Home 妈妈 Home 你所哈，这个是肩胛咒。
肩胛咒 ，Home 妈妈 Home 逆所哈，实在不行，那个连伞盖它都可以破，那怎么办呢？你念大白伞盖的回遮咒，他敢碰这个伞盖，就再弹回去。等于这个伞盖的大白伞盖的力量回遮回到给那个燕结，那不行啊，那燕结的更深，他被你弹走了，那燕结的更深，但是可以避一时，不能避永远。你想还是想办法讲的，以德报怨。哎，不是以怨报德，以德报怨，我就是施食给你。刚才大家讲了很多的方法，施食给你，念经给你，做烟供给你，印经书回向功德都给你，我一切的功德所做的善事全部回向给你。念地藏经回向给你，让你超度，用超度法超度你，让你往生佛国净土，那都是以德报怨，不是以怨报德。以怨报德你就给他吃了你变成你吃了他。好啦，莲花一世，马来西亚莲花一世问的，原来你是可以吃的，对，这答案很好啊，大家都讲了，这集体回答你的问题，你看，你真的是很有福分。好，马来西亚卓思芬问的，哎，卓思芬有一个诗的，他的中间这个名字是诗，我下一本书叫做《小雨与小诗》啊，《小雨与小诗》。小雨，因为我过去啊写过梦言小雨，就是那个小雨。小诗，我经常写一些短诗，有没有？散文写完了，写了几句话以后就写一首诗，叫做小诗。这个人，马来西亚卓思芬。姓卓，名诗，就是写小诗的诗，分非常好，这个名字很好啊。这个顶礼师父、师母、师尊、师母好。有一次在法会期间，有一个人被鬼附身，这个鬼附身后还可以有很大的动作。很兴奋地持师尊心咒，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有，有个同个困难，有一段期间，弟子的亲戚每天半夜的2点到3点都打电话来给弟子全家求救，说他的老伯被鬼上身。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帮他们。请问师尊，以后真佛弟子如果在遇到有人被鬼附身，真佛弟子是可以怎么做？非常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顶礼感恩师尊。就是说被鬼附身啊，被鬼附身。他有一次法会，有一个人被鬼附身，这个鬼附身以后还可以兴奋地持师尊心咒，
个鬼会念师尊心咒很少有，到底是人在持那个师尊心咒呢，还是鬼在持心咒师尊心咒呢？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金刚法啊，师尊本身来讲起来有很多的金刚法，也有很多的驱鬼法。哎，坦白告诉大家啊，师尊以前在台湾，从例行路三，例行路337巷7号搬出来以后，就到了金武路的一个巷子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再来就搬到太平的宜兴社区，在那里买了一个平房。我在那里专门做驱鬼的动作，很多的鬼上身的人都送到这个太平宜兴车社宜兴社区二巷，我不要讲几号，因为恐怕那个房子会卖不出去。宜兴社区，台中太平宜兴社区，我住在平房。那时候我觉得，哇，住那个平房非常好，很非常非常愉快，因为是我平生第一栋的自己买的房子，跟师母一起买的房子，住在那里。那里度的众生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啊，这个莲师莲祖就是那个时候来皈依的。那时候啊，台中有一家精神医院叫做静和，里面的精神医生讲，你们在这里治不好的，你们试一试去找那个卢胜燕，啊，精神科的医生讲的哦，真的，有一个治好的，现在都在加州，治好的都在来到加州，那时候很轰动的，治好那个人很轰动的。另外还有很多那个来的人都是脚镣手镣啊，手扣着那个脚啊，扣着那个铁链，这样子拖着进来的。还有女生对我哈气，这样子她一进来她对我哈，对我哈气耶，真的，师母在旁边都吓得都屁滚尿流。不过他看多了，他也有胆识，他推我向前。我那时候有一尊金刚神在身，一尊金刚神。有一尊金刚神很厉害，我就那尊金刚神附在我身上，那是北港啊，北港住在北港妈祖庙以前的董事，叫什么名字？郑江河，
他送来的那一尊供在那个坛城的中央，那一尊马上显现出来，哇！我跟那个女的鬼啊，这样，咦，哇！啊！斗法，晓不晓得？啪啪啪啪，他就倒下来。倒下来，然后呢，他站起来，对我合一个掌，坐在我旁边，一个漂亮的女生，哎，很漂亮啊！他居然对我哈气，哇！他这是他好了以后坐在我旁边呢，一直坐过来，一直挤过来啊。我都没地方抖了、啊，那个椅子很小、啊。然后啊，他的手就伸过来，裸着师尊的脖子，他在我耳朵旁边讲，说：“师尊，谢谢你救了我，我要嫁给你。”那他嫁给我，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呐、啊。老实讲，长得也不错了，啊，自己看了也蛮满意，就是身高差一点。我那时候真的长得也不错了。他说要嫁给我，哎，还好他讲那个很小声，师母没有听到。我跟他讲，好了就好了，至于嫁不嫁的事情呢，以后再说。哎，那个我也救了，真的，这鬼上身就是这样子。另外呢，脚镣手铐了，在那边医了，我曾经讲过，用火车来载。精神病患用火车来载，载不完。我医了多少人呢？那鬼都被我打出去，每一个鬼都被我打出去，很简单的、啊，就是金刚神上身。就被我通通都打走了。我没有用什么方法，我是金刚神上身就把他打走的。那师尊本来就是用金刚神来降服所有的鬼跟魔，降服他们，他们就离开了，这些鬼统统离开了。没想到离开啊，还住在那个房子。我搬走啦，我搬到哪里啊？我再来我就搬到这个热情大厦，没错，热情大厦以后再搬，就搬到那个应顺导师的隔壁，双拼的应顺导师隔壁的那个叫做。灵仙金色，那时候我叫做灵仙金色，就是在跟应顺导师隔一道墙而已，双拼的别墅，我就住在应顺导师的隔壁，那是最后我在台湾的家。一应设计的家呢，我要卖掉，我妹妹先买，买了以后，她再以高的价钱。比我卖给他的价钱，再卖给台北的一位人士，然后台北那位人士不知道有没有住，不知道，
我回到宜兴社区的时候，以后我从美国回去遇到宜兴社区的时候，那个周围全部盖了大楼，都是楼房，都是二层楼以上，只有我那一家还是平房，而且没有人住。我问左右邻居，为什么这一栋房子没有人住呢？我以前住过的，他们讲闹鬼，那个是鬼屋。哎呀，我觉得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呢？当初的时候把这些鬼全部打出来以后啊，没有把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让他们转世，他们一直住在那里，所以任何人搬进去住，全部通通被赶出来。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住，还是已经翻成楼房了。我几年没有回去了，不知道。回去的时候是没有人住，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认为啊，你问的问题以金刚法把鬼给他驱逐，以金刚法把鬼把他驱逐，然后再用超度的方法让这个鬼交给转轮圣王去转世。我没有做第二步超度的方法把他超度，所以鬼留在那一栋房子，留在那个平房，就变成鬼屋。周围的邻居都讲没有人住，没有人敢去住。宜兴社区啊，宜兴社区一栋平房，那个门啊，还是那个莲火上师老大哈、啊，他们以前开那个做台大木业啊、哦，台大木业公司，他做家具，那个门是他们做送给师尊的，很好的一个门。房子是平房，门是最高级的门，是老大、老二、老三送的。所以呢，那你没有办法附身，那个金刚神附身去打鬼，那怎么办呢？那打电话给师尊吧。啊，师，哎，传简讯给这个中委会，师尊看到了，在这边给你做这个加持的工作跟超度的工作，帮你做啊。成佛弟子是可以怎么做？你不能够金刚神附你的身，或者你用金刚法把鬼打发掉再超度，你就传真到中委会的办公室，由师尊帮你做。好了，这是回答马来西亚卓斯芬的。昨天晚上告知父母今天要带女朋友回家吃饭，结果女朋友突然讲说要出差，我就自己回家了。但是呢，我带了我的一个男同事回家去吃饭，刚刚进门，老爸就认了一下，然后杯子盘子都丢过来，就讲
你这个畜生啊，他们不懂，他老爸不懂，现在已经是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了，女的跟女的也可以结婚了，那男的跟女的当然更可以结婚了。西雅图啊，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女的跟女的也可以结婚，台湾也是啊，台湾男的跟男的也可以结婚，那女的跟女的很，在东南亚一带啊，很少有这个国家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女的跟女的可以结婚呐、啊。好啦，这个那个只是一个笑话引起的问题。有人问。大乘大圣正中分第三，为什么师尊讲众生相、寿者相？寿者相是指时间，众生相是属于空间。那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有什么好？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众生相。大乘正中分第三，众生相跟寿者相，无我相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一定要无啦。那么众生相，师尊讲就是空间，寿者相是时间。我告诉大家，寿则相是时间，寿代表时间。为什么？有的长寿，有的短寿，有的佛的久，有的佛的长，这个叫寿则相。如果没有时间，佛教讲的三际一如啊。什么叫做三际一如？过去、现在、未来，打成一片。时针可以知道过去式，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式。为什么能够知道？因为是无寿则相，没有时光，时光全部都是人造的。你看嘛 ，I miss you every year, every month, 啊 ，every second, every 啊 minutes, every second, every hour. I miss you.这是情人跟情人讲的话了，是以前我讲的话了。现在有没有讲就不知道了。好 ，Every second, I miss you。哇，很厉害了，这每一秒钟我都在想你。这个。年夜日时分秒，每个星期这样子从头到尾，全部是人设的，本来就没有时间的，都是人本身去把它设出来的，那无寿则相。谁能够真正算出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谁能够算出多久？当然了、啊，佛教有讲了、啊，释迦牟尼有讲，就是讲戒，第一个就是初戒、初劫，最后一个戒叫做俱乐戒。俱乐戒，目前现在这个戒叫做贤戒。
佛教里面有讲，贤界有千佛，有没有？贤界千佛啊，所以呢，你修行正道了，无受则相的时候啊，你可以回到过去，我过去是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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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讲得出来。以后我可以，以后我会怎么样，我可以讲得出来。三际一如啊，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一如，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候，这就是无受则相，有这个好处。无众生相，无众生相。今天晚上我要到哪里？我没有空间的概念。我要去找你，我就去找你，管你住在哪里。你住在马来西亚也好啦，住在这个台湾也好啦，住在这个英国也好，住在法国，住在瑞典，住在哪个地方，冰岛，甚至那个南极、北极，我都可以到，因为我没有空间。你修行已经修到没有空间了，更厉害的是你要到极乐世界，到世界，到佛国，到观世音菩萨的圆通世界，到地藏王菩萨的翠微净土，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到阿出佛的见喜，啊，见喜世界，到哪里你都可以去呀、啊，这叫做没有空间，你一眨眼你就到了。我不要花很多时间去飞行了、啊、还要乘云坐雾，还要这个还要这个，好像是说啊，念念咒啊，一抖云就下来，你坐在云上面，云把你载去那里，不用的。无众生相就是没有空间了，这好处 还很多呢，我跟大家讲，对不对？哎，这个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人相、无我相，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悉菩提的。妙行无住分第四。哎，你们知道那个大昭寺、小昭寺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像啊，对不对？有八岁的释迦牟尼佛的像，有十二岁的释迦牟尼佛的等身像，怎么来的？大昭寺是哪一位公主送的？一位就是尼泊尔的慈尊公主，慈尊公主，这个。一位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是哪几岁的等身像？去西藏的，嫁给欢公，不是欢伯，几岁？十二岁吧，十二岁。那慈尊公主就是哪八岁的？这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全部一个在大昭寺，一个在小昭寺，对不对？一个十二岁的，一个八岁的等身像，这两尊怎么来的？这两尊像怎么来的？怎么一个从中国到这个到雪域啊，到西藏，一个是从尼泊尔到西藏？谁雕的？谁给的材料？你们知道吗？都不知道啊！给材料的是弥勒菩萨，雕的是工匠天。工匠天，弥勒菩萨把很多的他的这个
金银啊，珠宝啊，集合起来送给工匠天。工匠天造释迦牟尼佛12岁、8岁的等身像。为什么会有这个8岁的释迦牟尼佛像、等身像跟12岁的等身像？谁知道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多高啊？有谁知道？那时候要雕这个像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跟工匠天讲：“你雕我8岁的等身像，跟12岁的等身像。”啊，释迦牟尼那个工匠天说：“我不知道你8岁长得多高，也不知道你12岁长得多高。”那个。释迦牟尼佛跟他讲：“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奶母，她还活着。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奶母，就是喂她吃奶的奶母，还活着。她带我到一个地方去，你去问我的奶母，就知道我8岁的时候是身高多少，12岁是身高多少。”结果工匠天就找到那个奶母，那个奶母告诉他：“我知道，小时候我喂奶给释迦牟尼佛吃的时候，在迦比罗卫城的一个凉亭，那里有2尊雕像，一尊个子比较小，一尊个子比较高，小的那一尊呢、啊。”就是跟释迦牟尼佛8岁的等身像，高的那一尊就是12岁的等身像，你去量，那工匠天就去量，就知道8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多高，12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多高。啊，师尊知道他的这些过去的事情，为什么你知道这种事情？8岁等身像，12岁等身像，供在大昭寺、小昭寺，西藏的大昭寺、小昭寺，为什么你知道他的怎么量、怎么尺寸、怎么身形？你为什么都知道？因为啊，我就是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无寿者相，我无众生相，我是哪里都可以去。无寿者相，我是可以回到过去。所以当然我知道了。啊，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啊。唔知的唔知，啊知就知。几点呢？10:13。哇哇，我今天讲故事给你们听呢。悉菩提，舍利佛，目犍连。阿难，这四个，你如果去看八岁的时候的释迦牟尼佛像，跟12岁的等身像，跟8岁的等身像，它的背后有4位。他的弟子，这4位就雕在释迦牟尼佛的背后，有4个这个像，就是舍利佛、悉菩提、目犍连、阿难。
为什么没有大企业？因为那个时候大企业已经离开僧团，大企业已经离开那个僧团，因为他跟阿难吵架，他要离开僧团。释迦牟尼佛挽留他，啊，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啊，我释迦牟尼佛留他在僧团，他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你们住的穿的都那么好，我是陀陀，我还是按照这个声闻的这个法，什么叫做声闻呢？我问你们。为什么叫做声闻？释迦牟尼佛旁边有十大声闻，就是十大阿罗汉。为什么叫做声闻？什么叫做声闻？我告诉你，声闻就是亲耳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叫做声，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声音，闻到释迦牟尼佛的声音，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说法而成就的，就叫声闻，懂吗？所以今天讲的这个，你看。舍利佛、目犍连、悉菩提跟这个阿难，在他八岁等身像、十二岁等身像后面都有这四个，那时候最接近释迦牟尼佛是这四个，我知道的。你们去到那个大昭寺、小昭寺。看看这四个僧，四个十大大罗汉，十大大阿罗汉当中，其中的四个雕在他的身后。啊，今天讲的这个剩下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明天开始讲《妙行无住分》第四。明天有讲吗？讲《金刚经》。明天大法会有讲吗？就是决定。啊，由我决定。好啦，不管有没有讲，总明天是大法会嘛，对不对？对，是的。嗯，明天是大法会嘛。啊，今天就，哎。再讲两个笑话吧。我告诉你哦，我今天讲的这个是秘密哦，不可以讲出去的。没有人知道的，这个必须要啊，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才会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大家知道那是八岁的等身像，这是十二岁的等身像，它的来由，另外啊，它后面雕的是什么？这只有师尊知道了。大象跟蚂蚁结婚才两天就要闹离婚，法官问他原因，这能不离吗？蚂蚁气愤地讲。接一个吻还得爬二十分钟，大象更气。是啊，接个吻呢、啊，我还要拿放大镜来找，找半天，而且还不能喘气，一喘气它就飞了。真的是，其实也是要对得起，真的是要对得起。啊，另外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解释了，不能讲笑话了。
那个上回我讲了说，这个没有来听法的，是犯轻忽罪，犯轻忽罪。但是这段时间不算，这段时间你没有来听法，是因为你不敢，因为有 COVID-19， 有这个病毒，有病毒，你不敢来，不敢来听法，或者是怎么样的，情有可言，这个是情有可言。第二个，你有事情不能来听法，但是你在家里呢，啊，你有看网络，你有看这个网络，在手机上看，电脑上看，怎么样子，都不犯戒的，都不是犯戒的，都没有犯轻忽戒。师尊说法，啊，你故意你能来，故意不来，这是犯轻忽戒的。但是这一段时间，因为是有病毒，我们也不能聚集太多的人，也不能聚集太多人，而且还有很多的规定，所以这不算犯戒。哦，这个是可以讲，这个是因为我害怕去群聚呀，啊，哦，到时候染上了病毒怎么办？对不对？好啦，今天讲到这里吧。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的宝贵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部向大家报告：明天九月五日星期日是万众期待一年一度的中原秋季大法会，上午11:30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释迦菩萨附近主持的地方主持升机仪式，下午3:00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主谈辛丑年秋季阿弥陀佛超度西斋祈福护摩大法会。如果同门明天才将交升机物，请直接带到释迦菩萨那边。明天同门进入彩虹雷藏寺的开放时间是早上10:00，请大家记得出示身份证和接种疫苗卡。外国及外州的同门请提供抵达西雅图后的阴性新冠病毒检测报告。请大家保持戴口罩，进入彩虹雷藏寺后请大家不要录影及照相。明天彩虹雷藏寺乡级组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和晚餐的爱心饭盒，请大家移步到彩虹雷藏寺帐篷区领取。法会后在帐篷区举办谢师感恩晚会，彩虹雷藏寺欢迎大家一起与佛同乐，祝福大家法喜充满，如意吉祥。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大好消息，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最新著作第285册《纯纯知思文集》已到，同修后师尊慈悲为大家签书，为了节省时间，其他物品一律不签，感谢大家的合作。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Om Guru Lien Sang Si Ti Hong Om Guru Lien Sang Si Ti Hong Om Guru Lien Sang Si Ti Hong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请大家起立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我们现在恭请世尊先加持大众。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同修会圆满结束了，感恩世尊的大加持，感谢师母诸位上师